我可没有这种拔刀法。戚将军将倭刀增加了一掌，倭刀是切面全部开刃，我们只在刀头一掌开刃，不开刃的地方，可以磕碰敌兵器，也可以手握，变成刀尾短刀。戚将军果然是一代天骄，可惜。 我与他同活于世，却不能得见一面。戚家军凭一掌之长胜了倭寇，我也会凭他胜你。小心。多谢。 我说，此种刀不会再出现。左边士，年轻人，等等，你是输在功夫上，不是输在刀法上。几位老兄弟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刀法独特，却可开一门。 是这样，看到了。对。
里面来了两个人，两把刀，他留下刀供在四大门的兵器架上做开一门的凭证，这把刀你拿走流传江湖。